它这边都用石头造的，有些古城都是这样。我这样是，我上次去保加利亚，他们也一样，就用石头建的。好像意大利好像有个小小地方，我想看，也都是石头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去，他们那种古城几乎都用石头做的，对，旁边也都是石头，因为石头是当地就地取材的。